然后你要帮他洗澡，就这样子弯着洗，然后又一直转来转去，然后转到后来大概五分钟，我就说你给我站好，整个理智线就断掉，因为太酸。像这样的姿势，吃零食喝酒都很舒服，但是不要哈，我们然后还可以垫在肚皮上面，然后每次骑摩托是这样。好像那个妈咒我要出水一样，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子，这样姿势才是对的，是对的吗？周休二日，够心配，晚间九点跟郑凯云一起健康再升级。